禁止对 SCP-090 的任何研究，除其编号外的任何资讯都不得向三期及以下员工开放，只能有限制数量的高级员工得知 SCP-902 的存在。任何时刻都只允许一名偶物了解有关的 SCP-902 的资讯。一旦北极基地 C-12 的安保从内部被破坏，基地内氢弹将会被远程引爆。为防止被过早摧毁， SCP-902 必须被时刻看守。描述：SCP-902 是一个约为成年人头颅大小的盒子，其尺寸是30公分×15公分×19公分。它似乎是一个约30年前型号的弹药盒，尽管基金会已将其保管了约60年。SCP-902有前置尘， SCP-902 内部物品的成分不明， SCP-902 发出一种被描述为滴答的声音，任何听到这声音的人均会相信这物品正在倒计时。打开后，盒子内部似乎是空的，然而滴答声持续，项目继续倒计时。无论是通过心思交互还是阅读这份报告，任何了解到 SCP-902 的人都会确信，盒里的物品极度危险，一旦它倒计时结束就应被立刻摧毁，前期不应在倒计时结束前被摧毁。暴露于 SCP-90 的员工时常试图打开随后关上盒子，尝试找到盒内的物品。没有物品，存在物品，它必须被摧毁。当倒计时结束，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工作，我们必须被阻止。以上就是 SCP-902。 简单来说， SCP-902 是个会发出滴答声的盒子，会让听到的人认为盒子里有危险的东西需要被摧毁，而且只能在倒计时结束时被摧毁。看到这里的人应该有发现，这是一支 ASMR 影片吧。其实我蛮喜欢 ASMR 的，所以就利用愚人节来玩玩 ASMR。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一个喜欢，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。希望我做什么 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就这样。